时间，我觉得反而你们不见得真的可以学到东西。我觉得啦，哦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哦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把刚刚的部分把它完成一下，哦。刚刚的部分的话呢，哈，特别注意这个地方，我们是把这个地方加了总共5个按钮，这个也是复习前面的了，哦。但是同学比较遇到比较多的问题，大家需注意啊。第一个啊，哦，就是说呢，我们 Module 一是我们按右键插入的。可是如果假设哦，你如果录制剧集的时候，它可能又会照着。如果你再录制一个，它会点 Module 二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然后里面可能有你的剧集。然后如果你假设你又不小心再按一个 Module 三，有没有 Module 三？啊，所以比较多同学常会问的问题，老师，我的程式不见了，有没有？其实没有不见呐，它在 Module 一啊，在这里。所以哦，以后如果你假设太多个 Module 怎么办？我是建议啦，你干脆不然集中在一个 Module 一就好了。那你 Module 三。